小班吗？主任，你听我的声音睡觉了。周岩，我的法助。小班长，毛林，看重点。你吓唬谁呢？别在这跟我装黑社会啊！我整个人的气场都出来了。哎 ，boss， 我心又拔凉拔凉，我有点惧怕。别问，问就是不喜欢。法定职责。你没有想我了。